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生离死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不知三昧水忏，是因为我们悟达国师过去十世以前造了一个恶业，还有一个造错被斩妖，各位想想看，把妖斩断，所以这个冤亲债主一直找机会要报仇，那当然要报仇就要找他身体的弱点，那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累劫累世一定造了很多恶业啊，包括杀动物、吃动物、堕胎，搞不好过去我们也真的是一句话杀人，或者参与战争，直接间接。所以这个替身的意思是用这个好吃的、充满甘露功德的这个食物。那当然里面也包了你的头发、指甲，现在就要放在你的身体，布施掉，直接给他，好不好啊？布施众生需要的，然后呢？把自己完全放下，我想等一下我们特别请四位阿尼，等一下要修施身法。那施身，那各位就知道了。释迦牟尼佛能够成佛，百千万劫不断的布施他的身体、头、眼睛、脚等等等等。现在的人都很会布施，布施钱，所以很有钱，但是身体还是依然生病，因为没有布施身体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法，今天特别三昧水忏，利用中午时间，然后呢
啊，你负责修法，然后各位负责观想，好不好啊？这个想就是说，我愿意把我的身体完全做布施，给老鹰吃，给老虎吃，甚至你过去强奸了他，我现在我的身体给你强奸吧，因为那是用观想的。你过去杀了他，我给你杀吧，啊，你过去吃的他，那我现在给你吃吧。就像佛陀的时代，各位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全部被的家族全部被杀掉，断手断脚，丢在河边，绑手绑脚，慢慢淹死或是杀死。那杀了三天三夜，理由很简单，是因为佛陀的家族过去世曾经，各位都知道，放毒，红色的毒，毒死所有的鱼。然后呢，男人毒鱼抓鱼，女人切鱼，小孩吃鱼。因为这样，吃鱼的、切鱼的、杀鱼的，全部被杀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两只鱼王，一个投胎叫琉璃王，一个做他的宰相。那所有被杀的鱼变成士兵，所以带着所有的军队杀了三天三夜，他们一点都不会还手，因为这是个业啊，也没办法还手。那各位了解佛教的真实故事，你听我这样讲，你还会吃鱼吗？除非你听不懂，你无名啊，台湾话说讨个派气啊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真相，了解这个真相，而且这个冤亲债主一百世都会找到你，只要你有一个起心动念的机会。你看悟达国师这么样的国师，起了几个念头，傲慢的念头，骄傲的念头，哇，冤亲债主就攻进来了，人面疮。所以我们想想自己恐不恐怖啊，很可怕。那现代人多病多苦，癌症各种的痛苦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阿，阿代表断除对各种的执着，而且把身体变成无量无边的甘露。包括各位你在布施的时候要观想财产啊、黄金啊，还包括谁，来，老公、老婆、儿子、女儿，通通要给他哦。这个你要关哦，不然他会让他故意生病啊，因为他有些来抓你小孩子，有些来破坏你的感情啊，情债债主，肉体债主，这是真的。就是说你最要的东西，这些冤亲债主就会把你偷走，让你非常非常的痛苦啊。但是我们现在主动的高兴的还债。那等一下修施身法也是佛教的重点，断除这个我对自己任何的执着，这个叫空性。佛教里面讲啊，这个我是所有罪恶痛苦的根源。所以呢，透过布施，乃至学习佛陀这样布施，乃至真心的高兴的给冤亲债主吃，那冤亲债主就超度了。这个叫施身法的重点，叫和平超度啊。就像莲花生大师，包括弥勒日巴，那些他在山洞修行，这些鬼魔要找他，那莲花生大师说，来吧，啊，你把嘴巴打开，好好哦，我要跳进去了啊。那弥勒日巴说，那我们就在一起修行，和平相处啊。那这些众生他就成佛了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佛教的方法绝对不是对抗，绝对不是对立，是有一种空性、平等、慈悲、忏悔。特别今天大家多忏悔，来布施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啊，把自己的所有都布施，好不好？今天如果有带钱来，我看全部要放下。然后今天有这么多，哎呦，今天我们泰国如意法师，我们缅甸大法师，他们不丹的、西金的、那个色拉切的，我就是知道各位有钱啊。那你不布施完，你会很痛苦的。那事实上，你讲舍一得万啊，大布施。当然讲到布施，我们先随起来，随喜万佛林。所有护持功德主，哇，这些都是钱盖起来的，对不对？盖起来的那么庄严，然后万佛林的住持师父这么慈悲，免费的借我们用，他知道我们这一群人慈悲嘛，啊，各位从生到死都可以到这边。我刚刚去看，还有纳古塔呢，赶快定位，啊，死亡是必然的，施身法，那这是达摩祖师传下来的。一个修空性最好的方法，所有人最在乎的是我的身体、我的生命，也因为这样生死轮回，这个叫我执。
实际上我们这个所谓的身体生命，这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我，那叫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啊，所以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我们却有这个我的眼睛啊，我的心脏，我的腰，我的感情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意识等等，就一直觉得有一个我。但是呢，透过这个思身法，那各位就把你认为的这个我全然的布施啊，事实上根本没有一个我在布施，但是我们认为有嘛，所以你要先把它舍掉。那当然这个观想也分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布施呢是观想诸佛菩萨的加持，这些护法空行的加持，你全身净化了。各位古时候要布施身体要把它洗干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个布施完全的干干净净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念呸，这个呸就是这样的，咔就切一片一样，切的有没有吃过那个火腿这样切啊？切啊，然后就供养诸佛菩萨，好不好？前半部是供养诸佛菩萨，把我们的所有的生命，这个叫菩提心呢、啊。菩提心是把我自己敬畏来记的啊，所以直至菩提，我奉献，我皈依啊。所以要第一开始是观想，把自己切片切片，很干净，供养诸佛菩萨。那第二遍呢，供上供完以后就要下施了，也这些护法空行也帮我们啊，很干净，充满功德的甘露啊，来布施给这些所有罗刹、孤魂野鬼、冤亲债主啊，让他们呢都能够饱足啊，不但饱，还得到你的功德。事实上，大乘佛教啊，都是一直在供养布施啊，供养布施，所以一个上供，一个下施。那最后呢，上供诸佛，令诸佛欢喜发菩提心，下施有情，令众生欢喜。然后后半部阿弥会带我们念 Om Mani Padme Hum Sa，代表六道众生各个欢喜了，都发起了一个他们六根清净发起的一个无我的菩提心，希望他们发这个心。那再来会念 Om Ami Deva Sa，那就是说希望也带着所有众生，包括我们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说好，今天就往生，反正那边有那古塔位。往生不用等未来啊，你想，心里要放下，好不好啊？然后多活十年二十年，广做善事，好不好啊？帮助别人，没有一个我在被你欺负啊，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，这叫什么？平静无我的心，却充满了慈悲，就是佛教最圆满的修行了。这个叫南无阿弥陀佛，让自己进入一个清净平等圆满的极乐世界的心。念一下，弥陀在我心，此地是净土啊。那那时候我们心里在极乐世界，那我们就在极乐世界一样啊，利益众生呢、啊，到处去帮助众生呢、啊。你要一直观想布施啊，布施啊，好不好啊？不断的上供下施。那这个观想，我希望各位经常每天做一次，或许各位不会念，但你知道意思就好了。佛教里面讲的是一种心态啊，仪轨也是一种菩提心，一种身口意，布施圆满放下啊。佛教修行不离开这些。来，念佛的菩提心，念无我的空性，念众生的大悲心。你只要保持这三种心去做每一件事情，会不会成佛啊？所以佛教用各种的方便，各种的法门，无非就叫我们做这样的修行。所以感谢阿弥在这边给我们修法，然后格西上师为超度了，这两天各位多写牌位好不好啊？说写一些牌位，慈悲啊，啊啊，指甲痛那就写一张，赶快写，因为你有冤亲债主。那是各位，这个也是施身法啊，施身法，希望各位晚上带多一点回去，明天要带来超度啊，啊，那边痛，那边痛。那菩萨本来就愿带众生受无量苦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菩萨要有忍辱的空性，不然你就会退转。也多修这个施身法，来观想自己布施的过程啊，这种痛苦的布施，将来你就不怕痛苦。能够不退转无生法忍，各位可以平常做这些观想，就算你不会念，
重点是这个观想引导你的心，慢慢呢产生你的行为去布施啊。所以用身体去服务众生，用嘴巴经常去赞叹别人，那么用内心啊时时刻刻去关心别人，不制造烦恼。所以因为生命的敌人是自己，所以各位要把消除这个我以及我所生起来的贪嗔痴各种烦恼，因为这个所有的轮回痛苦的根源就是这个我，所以有这个我的烦恼才会生口意造恶业，有这个业就有生死轮回，所有众生都是如此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体悟这个无我的空性，而消除了贪嗔痴种种的烦恼，而不让生口意去造恶业，这样你才可以离苦得乐。但是个人离苦得乐不重要，你讲当愿所有众生皆得脱离轮回，同生净土，同成佛道。特别我们万佛林这尊佛庄不庄严啊？请问这尊佛是谁？就是你自己，就是众生本来的面目啊！这个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思想。我们是未来佛，佛是已成佛啊！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，佛教最重要是信，信自己跟佛一样有平等的佛性。只是我们相信错了，我是男人，我是漂亮的女人，我是有钱的人，我是可怜的人，我是狗，我是猫，然后呢就有这个执着，有这个执着他就苦了。所以各位要把这个放下，念一下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离一切相，就看到自己，对不对？即见诸佛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永远要突破自己。当然理论上我们都知道，但行为上做不到。各位把你的老公布施出来好不好？好的已经都离婚了还没有所以各位把你最好的爱情布施掉好不好？念一下送给小三，那不是 OK 了吗？自己不自由了吗？但是不行不行，那是我的爱情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这是我占有的。你一辈子买了一个房子，现在万佛寺要盖，把房子卖了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进来万佛林住了啊，干脆了。这个就是佛教的精神。但是呢各位要好好挣扎。所以因为我们都是我要我要我的我的，这样而让自己受苦无穷啊。所以我想根本无明我执是所有痛苦的根源，所以有这个我跟我爱我不爱，然后呢就造业生死。所以各位要经常透过外在行为的布施来消除这个我的悭贪，我的钱，我的爱情，我的执着，了解吗？不然呢永远在生死痛苦轮回。轮回苦不苦啊？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所以刚刚修施身法，修施身法可以消整个身体的业障啊！修一次施身法可以消除一整辈子40%的业障，相不相信啊？真是如此。所以明天再修一遍就 OK 了啊！所以明天傍晚啊，我想法会全部圆满，又请安妮帮我们修另外一种施身，好不好啊？然后呢大家就不断的布施。那我们修施身法有两种，像各位是比较舒服了，坐在那边，我们是躺在地上当作尸体。所以各位明天把往生被带来然后就盖下，我要布施了。你要经常这样观想，这个叫无常想，了解吗？修学佛法的基本是出离心你要是一直执着我是活的，这是我的生命，这就是痛苦的不得了，痛苦的不得了。但是大乘佛教更伟大，不是跟个人解脱要让所有众生都解脱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我们用我们的身体一切来承受所有众生的痛苦。念一下愿所有的癌症都发生在我身上，好不好？你站在医院门口这样讲
你讲你还不见得有功德力吸收进来啊，你悲心不够，空性不够也没办法啊。所以每一个佛成佛，他都是为了承担的啊。就像我们万佛寺，我们延明法师这么多法师，那盖这么大的寺庙干嘛？给众生用，对不对？听说还要办老人院，各位准备来住了，有老人院啊。所以来这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帮忙扫地，扫到极乐世界去。你在家里烦烦恼恼嘛，所以我想佛教的修行方法无非就叫我们不断的舍弃自我，但是却爱惜众生。因此，舍弃自我，爱惜众生，为自己是所有的痛苦，为众生才是快乐成佛的因。记住这句话。记住这句话，千万不要找一个我喜欢的，要找那个我不喜欢的去帮忙啊！喜欢是一种欲望，所以各位要颠覆自我啊，要消除我执，你要开始练习，不要凡事有所求，念一下有求皆苦，不要有所求啊，要无求品质高，那你这样才能够清净，能够清净。才能够慈悲，一个人有私心不可能慈悲啊！你要圆满大慈大悲，不能有自私我执我的啊，贪财好色爱感情傲慢执着，那这些是生命所有痛苦的根源。所以我想佛法的教育就要让我们恢复本来的面目佛性，累积广大的功德成佛，这样才可以真实去服务众生。三昧慈悲，三昧这个三昧水，人面疮这么可怕，但是佛菩萨的慈悲心流露出来的乃至加持的水洒在我们身上，业障就消除了啊！但是从此以后悟达国师就不做国师了啊，就躲在森林里面好好的忏悔，写下这一部带给我们所有众生都可以改头换面的慈悲三昧水忏。所以我想各位，慈悲心可以降服一切，可以消一切痛苦，但是不要让自己享受啊、出名啊、傲慢啊，那世间人都在追求这个，很苦。那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要念一下悲下心、恭敬心、毫无傲慢心，要开始改变自己，好不好啊？要开始改变自己，不要凸显自己的优越感。我发觉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说我比别人好，我比别人高，我比别人富有，这个是非常痛苦的啊，非常痛苦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的是把众生放在头上，把自己放在脚下，都要开始真实的练习，这个叫修行啊。修行是一种真实的改变。那明天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来，三时系念。三时就是不间断的保持念阿弥陀佛、愿众生包括自己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念，保持正念，当下你就体悟到阿弥陀佛的心原来是自己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当下就是净土。保持正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身，这样去思维啊，怎么样去实践佛法？还有大后天我们也要到海边去打放生啊，然后呢，下午他们还要去老人院，晚上还有连续两个晚上。有弘法讲座，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大家能够尽量的精进。然后现在格西在为我们修法，各位现在身体有没有换一个身体啊？开刀圆满啊，施身法，把不清净的身体换成一个清净的身体，嗡啊嗡，这样庄严啊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供养完以后我们来共生，好不好啊？今天有很多的上师、格西法师啊，各自努力在利益众生。但是我们佛教无我的想办法供养布施，好不好啊？所以明天你可能要钱再带多一点来啊，因为有这么多好的菩萨在利益众生呢，我们就想尽办法。尽量广结善缘啊！当然，办法会有很多护法居士、功德主出钱出力，大家用斋饭啊，各种的开销，对呀、啊，
请这些功德主慈悲也替我们代表大众做供养。所以各位虽然今天没有守八关斋戒，但是怀着菩提心吃素好不好啊？大乘的八关斋戒啊，怀着慈悲心菩提心啊，大家吃素，我们不造恶业，拜忏啊，利益众生，大家多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，那现在也来做大供养。特别这个大雄宝殿哦，有千佛，后面有28护法啊，都圆满，所以上供诸佛、护法诸天，以这个功德来回向下施六道众生。我们外面又摆了六张桌子，代表六道众生，然后呢消灾排位，很多上师格西正在为我们写的往生排位做超度。各位用心修行，供养所有佛菩萨，所有出家人都不用分，因为各个完全的得到供养。各位要多有这种丰富的思想力哦啊，因为佛法是用心修行的，心可以融入整个法界，可以供养所有法界，所以你要练习这种心态啊，所以要观想。不但如此，上供以后，嗡啊吽，又马上下施所有蚂蚁啊，所有恶鬼道啊，所有地狱道啊，都得到圆满的上供下施功德，所以他不得不超度，因为我们替他上供下施了，他就身口意恢复清净了。所以每一种供养都是这样上供下施，而且供养的本体又是空性，又不执着啊，这满满满满的供养。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，来回向众生，做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，也不是为一个民族，为一个人类，也不是光为一个新加坡，是所有所有的十法界众生啊，佛菩萨、缘觉、阿罗汉、天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地狱鬼道，所有的众生通通供养圆满啊。那各位就要练习这个菩提心啊，这个菩提心是遍法界，遍法界有情，你都跟他合为一体，都平等的恭敬的去对待他们，要多这样练习。每天每天都在上供下施，念一下：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圆满菩提心啊。所以养成一个这种习惯，让自己时时刻刻都在上供下施的圆满的心态，这样呢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然后呢等一下先发给各位一个结缘品，因为这个叫五色线，也叫五方佛加持，然后总共五个颜色，那五个颜色就是代表蓝色东方阿处佛，再来黄色南方宝身佛，再来外面红色代表西方阿弥陀佛，再来绿色代表北方不空成就如来，白色代表中央毗卢遮那佛。念一下：嗡吽藏瑟阿。那为什么要五个颜色？也代表了地水火风跟有情的意识都得到净化，所以叫五色旗。一般做经幡一定做这五个颜色，那这个五个颜色也代表五方佛的智慧，那五方佛各自所代表的智慧就对治我们所有人类有情的五种烦恼。那这五种烦恼如果佛教不叫消灭啊，是叫转化，转化。比如说贪心很重的人，可以把这个贪欲变成一种妙观察智，这个意思啊。那站在解脱道叫消灭，我把它消灭掉，那消灭掉就没力量了。所以各位，你感情丰富的人，可以把这个感情转念变成一种大慈悲，了解吗？啊，那如果站在解脱道，最好是消灭感情，消灭感情以后入涅槃，然后呢就不能成佛了，这一点要注意啊。所以脾气越大的